很多朋友留言想系统的再把河洛庄想深度的学习。河洛庄呢属于我们神通奇门悟性九转还阳功的导入部分，它呢取自于我们河图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。那这一句话呢也是我们河洛庄的口诀。好，下面呢我再把河洛庄这几个简单的招式跟大家做一个讲解。首先呢，双腿呢自然的分开啊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呢便剑指缓缓的抬起，这个时候呢双腿屈膝下蹲，肩是一平的啊，侧面是这样，眼睛看两手指中指相对的位置，双腿的微屈，不要深蹲。我们这个桩站的是一个高桩，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。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蹲的时间，下蹲的马步的时间一定要越长越好。然后呢，双腿缓缓的收回，站直。这个是第一式。第二式呢，双手缓缓上举，到头顶之上，双手呢便剑指啊，双手便剑指与两个眼睛啊，与两个眼睛同宽，往下。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注意的，一定要把两个肩一定要打开，把两个肩一定要打开。往前，双腿屈膝，两个指的指尖对准前方，这个式，这个形是六的形，抱的这个地方是一啊，是天一生水第六成之。一会儿呢我再把里边的心法给大家详细的做一个介绍。